早上。你的 schedule 都排好了。对，早上看比赛，中午吃牛排，然后下午看比赛，晚上去看表演呢。我这是第五点的。所以今天是老伯写千层，然后如你，没有是这样吗？还是我高兴走就走？对，家里高兴我也走，但不高兴我也走。我跟梁志军不一样，没有。应该不会啦，应该他说九点多过来，因为他们八点半嘛。什么东西？五点啊。哦，那你我想我想明天几点要来？中午才要来啊。要见他说的没有用吗？你见他就见他，不用跟我报备。可以啊。想说跟我报备没有用，你见他就见他了。见他不困难。这样太过分了。不会。我想不是因此放话说他要来见台中最强的某人。我听说要见我啊，然后让他二比零。对呀，他不是放话要见你吗？最近求助了嘛，他自己先报告给人家有吗？他上次去台中，唯一输的人就是他。是啊，你看他全，其他全输他。他被凯哥，好像凯哥也输他。啊，凯哥那么胖，输正常的好不好？然后闪都没得闪了。然后突然他二比零输，这个心酸。软死他。这样算了，学长都这样教我了。又被玩盖了。哎呀、啊。被玩盖。他说，跟梁志远讲，故意去给人家攻这样。他都没抢，他要抢。对。因为他拉过去的球是网，对，对方挡不回来，要挂网，我也是啊。有的攻击不是为了得分，而是让对方站过来，不要那么好攻击。因为你攻击的话，对方是站在防守位置，一定会站在靠中线。